你们啊，想救紫薇呢。首先我有几点要求，你们几个轮班夸我，轮班夸我，夸我，夸你啊。我觉得像您身高这么魁梧，那词儿怎么说来着？魁梧，你可以说、啊、身材魁梧，然后很长了那么高，你不去打 NBA 你都可惜了，你知道吗？哎，就这身高不去打 NBA， 为什么？你要去打 NBA， 你就绝对让人裹成一球给扔里面了，我告诉你。啊，你就拿我当球拍扔里头了，妈的，我非常不开心。重夸，换人。这个玩笑。走过去，走过去。啊？走过去。你要我夸你是吗？对呀、啊。你人见人爱，花见花开，彻见彻爆胎。过来啊！亮相镜头，给一点自信给自己。你看看我们的对比是不是很大？嘿嘿嘿嘿嘿，你这是夸我的吗？夸你！你这明显拿你当底板，我不废了吗？都不行，容嬷嬷。容嬷嬷呀，哟，哎呀，好久没见你，你越来越白了，啊，这个通体雪白，通体雪白，你还没看到我，哼，过来了是吧？对呀，你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洗白秘诀呢？我就是我一年年不洗澡，哇，白了，对呀，白的，白的，这么夸我都不行，那怎么夸你行？夸的不切合实际，那。我记得你们这伙人里头不有个叫小燕子的呢吗？小燕子呢？哪回不挺好事的吗？这回怎么没来呢？小燕子呢？怎么的？翅膀感应飞了？在跑了。小燕子呢？小燕子，小燕子，小燕子，小燕子呢？妈呀！小哎呀，小燕子来了！你是小燕子？哇，还有专业的衣服啊啊啊 ！OK OK OK， 好，来吧，美子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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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其实这么长时间，我对你的印象是最好的了。我希望你今天你夸的能够切合实际一点。邻家大哥，没有架子，看到你很亲切。哎呀，你说的这我心里都哎呀暖洋洋的，一股暖流。你刚认识你男朋友那会儿还认识我吗？那会儿认识，他是沈阳人。啊，他沈阳人，怎么老乡啊？对，他穿的损色。行了，就这一句话就令我很感动了啊！令我很感动。还有一句呢？还有一句。对，白，牙白。我还准备个礼物啊！最优 APP 里面还有一个斗图，宝哥做了一个图送给你。OK OK OK。就你白，就你白，好可爱啊！我结个尾好不好？